无底之轨在最初设计的时候，我们定义了一个表演形式，叫做音乐说故事剧场。顾名思义，我们对于音乐听觉上面是非常重视的，所以希望借由歌声、借由音乐、口白，让观众能够进入到剧情当中，能够去感受人物的喜怒哀乐，希望可以让大家先听为快。渔夫名唤老徐，每夜湖上捕鱼，为人和善少有交集，身世总成话题。陪我喝一杯，干哪！龙。